中秋节将至，新竹慈济志工依约前往尖石乡送关怀给需要的家庭，不仅是送上礼物，还带着修缮团队到其中一户家庭汰换热水器、瓦斯炉，安装扶手，中秋团圆能有更舒适安全的家。厨房器具不堪使用，都必须换新。去帮他们家，就是把它使用很久的那个坏掉的热水器跟瓦斯炉跟它换掉，能洗个那个热水澡。屋主林先生受伤后行动不方便，也没了经济能力，新竹慈济志工看到了这一家人的需求。2年前车祸，后来就行动不方便，就一直在家，本来是由妹妹照顾他，那妹妹最近也是生病了，所以两兄妹行动都没有办法自如了。浴室也安装扶手增加安全性，送来瓦斯桶让他们可以开火打理三餐。大小火都有，你要小火的话就往左转。中秋节快乐。生活安顿好，志工还送上应景的中秋礼物。每年中秋前夕，关怀团队都会上山，依照每户家庭的需求带来物资，也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。太太往生后的张先生独自照顾两个孩子，慈济的支持让他有了生活的动力。一年多来，谢谢师兄师姐们，就是对我们家里的关怀这样子，我也会慢慢的加油，这样把小孩子养大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薛富才新竹报道。